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。世界越来越快，他们却越来越慢。思考慢了，岁月也慢了，他们越来越远。新的靠近，只要张开双臂，一个拥抱，心窝的温暖一直燃烧。陪伴生命需要您的支持，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。
好，我是白亚琪。大家都有上网购物的经验吗？诈骗集团透过不法手段取得交易记录后，假装是电商客服致电消费者，谎称工作人员操作错误，导致误设分期付款、重复扣款或升级成 VIP 会员，要求客户前往 ATM 购买游戏点数或使用网络银行 APP 解除设定，很有可能是诈骗哦。有问题请拨打101查证。